状态，就是动词的那个时间状态哈。那就是动词发生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，我们讲说时态嘛。所以这边要写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样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哈，因为我们有几期的同学朋友，因为已经前面上了两期嘛，那我们后面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可能比较复杂，或者说会有一些争议性的问题哈。那我在这里先说一下，就是我在一个专家一个括号，我不是专家。那我自己的定位是，我是那个资讯的传递者。好，就是把什么资讯传递呢？就是你们眼前的这个 PPT 的资讯传给你们这样。那我想先说一下，就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这些教材哦，不是我发明的，但是我信任这个教材，比较专精的老师，然后他们跟耆老部落的耆老，那这个耆老有几个亚群的耆老，他们去不断的去验证这个说法行不行，这样的方式可不可以，所以他们会经过这些验证之后，然后得到的一个结论，然后我把这个结论传递给大家这样。那为什么是由我传递呢？第一个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这样。那第二个呢，我可以成为一个协调者，就是说本来一个在教的能帮助的才能帮助才能好啦都可以，所以我可以当做一个比较称职的这个协调沟通者这样，所以就是由我来去传递这个资讯这样。哎，爸爸那都给大家都意思那个都说那个，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子哦。所以如果有一些争议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没有关系，那就不用去挑战哦，因为我听说我们这里的学习者都是我们反正爱都在教的方在，那我们都是会讲的，那如果说有一些是有争议的话，我们就提出来讨论这样，那我们都彼此不要去挑战对方这样，那我们把这个专家学者所验证所统计出来这些结果，就是 PPT 这些教材结果，我们一起来享受它这样，一起来更认识我们的主语这样。好，丁你再给我前言那么够好，来爸爸跟着。哎，爸爸跟着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了哈。七大时态哈，我就不解释，我们直接进入下一页哈。我们过了时态，时态种类这边我会用句型来去理解它哦。我们待会所以就是会用这个句型去练习，然后去理解我们过了时态神来哈。那这个我就不念了哦。因为我们的赖群有，对不对？那你们都有下载，然后自己看一下。我们会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这样上下去哦，所以这个单元里面的东西，我们后面都会上到。好，所以我就不要一个一个念哦，因为不用那么麻烦。好，那但是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要看一下哦，时间单位这个。可能有一些亚群，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说法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关系哈，我们就提出来。那这边的话，通常是我们海岸或者是秀姑峦溪会常用到的时间单位哈，米扎或者是米扎岸，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误用了，不是误用就是说混用这样子。那我们这边就把它规定哈，如果讲年的话。民国几年的我们就讲，如果讲一个年龄的话就加一个案后缀这样。好，好，后面的这个就自己参考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时间副词对应的这个表，这个七宫格，我们不是九宫格，七宫格而已。那这个我们会常常用到，所以待会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
也可能要来回这样翻一下哈。所以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了，那就 OK 啊。不知道的话，可能我们在写例句的时候，你就麻烦你自己去翻你下载的这个 PPT 哈。好，那七宫格、哦，这个左边这个简单进行完成，就是我们讲的那个，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就讲时态嘛，哈。那有三种状态，哦，简单的、简单式、进行式、完成式这样子哈。那只有在进行式这边，它没有分现在、过去、未来哦。我们的主语啦，英文可能有，那我们的主语的话就没有，所以就只有一格而已，这是七宫格。好，我们就往下哈，这一页也是待会也都会，也会用到哈。那一样，你看都是七宫格，那这个只要是说，在某一种时态、不一样的状态之下，怎么样去用中文翻译哈？怎么去翻译它这样子？那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下，就是很简单嘛，我们的中文如果说我回家了，就是我们讲说过去了，已经这件事已经完成了，就是做过了，就是过去式。那如果是完成式的这个过去完成式，它是讲，看一下这个 PPT， 现在这样看，我怕有人还没有，可能以前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，我先说明一下，这个格子，第一格讲的就是现在简单式，然后这个点点点了，就是过去简单式，就这样交叉，交叉去看。好，那这个进行式的话就没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的分别。那完成式呢，现在完成式指的就是这个。哦，就这样使用哦。那现在完成式怎么去理解它？哈，就是从过去持续到现在，还在做，还在使用，还在干嘛？哈，就是从过去的一段时间，过去的时间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样。那过去完成式呢，就是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啊，不是一个点哦，那一段时间这样。好，那未来完成式就是，到未来的那个时间点之前，我们叫做未来完成式，未来某一个时间之前，那其实就是说，除非你有指定，那一般我们都会讲说从现在一直到，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点，明天中午之前，这个这段时间叫未来完成式，或者是我就指定从今天晚上12点一直到明天早上中午这一段时间，就未来的时间点之前，这样。好，大概中文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时态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翻译。好，我们来直接看这个范例。那我这里使用的是咪型动词，我们应该都知道嘛，我们这里的学员我们古咪型、妈型什么？那，以防万一，我还是要先说一下哦。那咪型动词什么？就是在我们的主语习惯上，只要前面加咪的，哦，我们都叫做咪型。那它因为它加了咪，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主动动词，我们叫做咪型动词。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 nanum。Nanum 是水，哦，那如果我们加一个前面一个前缀叫咪，好，你看看看，你呀咪什么咪 Nanum 什么，其实就变成一个动作了，哦，本来是 Nanum 名词，啊，咪 Nanum 啥就是喝的意思，哦，我这里写喝水了，因为我们的族人以前有 Nanum 人有 Nanum 给他海。所以他们讲的 nanum， 米 nanum 就是喝，一般都是指喝水啦。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啊，太多的 nanum 饮料啊、可乐啊、什么果汁啊太多了，所以
这里我们还是就说有两种哦，minanum 呢就是喝水了，可是有时候这个 minanum 我们可能要把那个水先去掉，因为可能有别的饮料，所以那个 minanum 其实就是喝的意思哦，两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哈、哦，这个是范例 minanum。如果过去简单式呢，minanum du 就是喝水了，喝过了。反正未来干 mami 有没有 minanum 这样？那进行式呢就没有分嘛，所以我们讲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动作，正在干嘛？如果讲 nanum 的话，minanumai 在喝水。正在喝水，现在在喝水，这样哈。中文翻译我们就都是这样翻哈，就是我们让它稍微精准工整一点哈。那如果说现在完成式呢，这个哈，我们还是需要背一下哈。现在完成式，minanumaihu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哈，就是有一个时间段，就是到现在。现在还在喝酒，还在喝水，这样的意思哦。mina no mai ho，还在喝水。好，那如果是过去完成呢？那个 ho 改成 do，mina no mai do，已经喝水了，这样哦。那这个完成是其实在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它。尤其待会像这个蓝色这个字哈，我们可能就会可能会挑战大家的那个语感哦，我不晓得，我们待会练习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未来完成式就是 mami nanum do，就会喝水了，就要喝水了，好，mami nanum do，好，那我这个是。使用 me 型动词，然后名词的词根，哈，就是 nanum 是名词嘛？那它是 me 型的，那加了 me 之后就变成 me 型动词，哈，我们就这样去看它。好，我讲的有点快，是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，只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会不习惯，就是尤其是那种没有上过这种。语法结构的这种的哈，或者是说，那个词缀构词这种方式的族人哈，会很陌生，或者是说会搞混这样的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就往下一页哈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开始练习的哈。那我们练习的时候。我先说一下，因为有新的学员，那我们的练习方法是这样子哈，只要是正式学员，就是你有在那个报名的哈，成为正式学员的，我们都要在这个课堂这个我们这个 Google Meet 里面有一个讯息栏哦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练习打上去哈，不管你是用那个平板还是说用手机哈，想办法在那个讯息栏里面去打字上去，那。打什么上去呢？就是我们的练习。那这边有一个说明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范例哈、哦，我们一样就照着刚刚的那个七宫格嘛哈、哦，七个时态对不对？我们阿美语的七个时态，我们就照它的那个这样，从上面简单三个，然后进行式，然后完成式三个，这样子用这样的顺序去练习哈、哦。好，那要打什么呢？打这个句子哈、哦，不能照抄我的哈、哦，用你自己的哦。所以待会我们要找什么呢？找 me 型的名词词根。我已经用 nanum 了哈、哦，所以你不能再用 nanum 了。你找 me 型的名词的词根，来作为你待会要构词跟造句的基础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理解我说的吗？就是我比林修努米达里米纳纳诺尼多拉扎焦努米达，啊，吉里曼古兹代啊，词根啊，迪里努名词奥，所谓的名词是什么？就是我东西
就是食物哦，食物东西，不是吃的食物啦，有形的东西，这样名词，在一个动作哦，不是动词哦，随便一个东西这样子哈、哦，然后当做你的词根这样，而且它是咪形的哈、哦，然后我们会构词，构词之后它会变成什么？哦，我们要写哦，所以要打滴哩声的咪刷哩，就是构词这样子哦。这个中文字可以省略，我们就要写主语的跟翻译的部分就好了哈、哦。比如说 minanum， 我写了词根咪形的词根名词的哈、哦，是 nanum minanum，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喝水或者是喝就可以了哈、哦。那我要造句对不对 ？minanum gagudo rumi ami ash， 好，为什么要用 rumi ami ash？ 这个我这边有一个句子结构哈、哦，我们就照这个句子的结构。哦，我们照这个句子的结构去写 ，minanum 主词是什么？不一定是 gagura， minanum jingra， minanum jagong， 随便你找一个主词哦。然后这边呢，找一个周期性的时间，周期性的时间我们刚刚有讲到吗？什么叫周期性的时间哦？其实就是这个，这边的都可以使用哦。现在简单式的这个时间副词，这个都可以用哦。当然，其实好像也不是只有这些啦，那我只是举个例子，周期性的时间哈、哦。好，那我这边的造句就是 “minanum gagudo rumi ami a”， 然后中文翻译“我每天喝水”，这样。啊、哦，第一个练习的范例就这样。OK， 那个苏璇老师有 po 了一些那个咪形的名词的词根哈、哦，有12个哈、哦。那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子，我们是要练习这个句子结构，我们要习惯这个句子的结构，所以不用想得太复杂，其实简单就好了。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会讲，还要练习这个干嘛呢？是。不用担心这个，就是我们主要就是要练习这个句子结构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了哈、哦，开始了哈、哦。就是待会的后面的范例哈、哦，我边讲，其实你们就可以边找。那我会先讲用什么字词根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哈、哦，学员开始练习。那我们旁听的，如果有旁听的学员，你也可以自己练习啦。不过你就自己在旁边自己写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啊 ，Nugul 已经先练习了哈。不过我们一样哈，就是我们因为是学习嘛，那我也要有要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先不要怕麻烦哦，除非你可能手机操作或是电脑操作很不方便。或者说真的很不会，那你再跟我说哈。那基本上如果说都可以的话，我们用这个方式哈，这个先构词，五万古词根你说，然后加前缀哈 ，minanum， 咪什么什么哈，咪福定有没有？所以你的词根是福定，构词咪福定，打造句五万按这样，打。能不能要造句书？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哈、哦，然后改过了，这边也要一个句点哈、哦。努绑扎哈书写法不你好，就是一个点这样子，不是那个圆圈。对对对，了解。来，好，应该都明白哈、哦。我刚刚其实讲的蛮详细的。好，那。秀兰姐已经先 po 了，那我们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，你的练习。哦，我的词根是 the gill， 贝壳。你 the gill 捡贝壳。句子：你 the gill 嘎咕多，礼拜礼拜宴。我每周捡贝壳。好，这样子。谢谢，谢谢秀兰姐哈。好，你 the gill。词根是 the gill 啊，哎，在下面。
我们的习惯，其实秀兰姐，你看哦，我们在族里面，在我们的部落里面，我们讲 Mizigil，是简字没错。如果简贝类呢？因为那个中文的贝壳好像是那个呀马巴达耶耶呀，已经那对不个对？没有了，简贝还类，因为这可就是算每个是，人都会讲捡贝壳，会吗？像你们这翻译都讲捡贝壳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讲那个贝壳啊，贝就只壳有不是壳而只已，有壳而已吗？因为我对，们 mitzgil 是要吃的呢，吼。是。啊，喏，捡贝壳啊，喏，后来 mitzgil，然后来嘛，这叫就是那个要装饰的那种贝壳，所以很奇怪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捡贝类呢，我们就知道说啊，mitzgil 这样，mitzgil 这样。好，那有改善。好，OK，OK，哎，好，那个，啊，就把落。保罗是你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你保罗是过你啊过来。一来，哎，那个，我想先跟保罗说一下，你看呢、哦，我们是使用咪型的名词的词根哦，咪乌啊。五个是五，有个那个动词，过来呢？哦，用名词啊。还有名词的，一样他们构词啊、哦。你再谈论你呢？不用一横哦，你写连接起来也没有关系哦。好，我们先请 Alex 来念你的练习。哎，差不多。哎，咪公啊，我地瓜，咪公啊，一般来多多咪阿咪阿。哎。好的，好，所以就很多哦，名词其实很多了。米拉登，拉登就是名词嘛，米拉波这样你都可以嘛。好，所以 Alex 是贡啊，地瓜。那我们的中文翻译哈、哦，其实蛮特别的哈、哦。你看，像拿弄米拿弄就变成喝水哦，所以我们会照着那个。我们所要表示的那个东西，去翻前面的那个，就是去动作，像咪咕啊，这个咪虽然这个咕啊是地瓜哈、哦，可是这个咪不是蛙的意思哦，是咪咕啊这件事就是蛙地瓜哈、哦，它是一起的，不能分开哈、哦。所以以后像之前就有一个国中生就问我说，就类似像这个咪拉登哈、哦，啊。然后采菜，他把那个咪变成采，其实不是哦，他不能分开，不能分开看，就是直接看完整的。咪公啊，就是挖地瓜；咪伏定就是去捕鱼。那这个咪不是捕的意思，哦，其实咪伏定就是它就是捕鱼哦，是完整的这样去看哦。好，这个是应该大家也都知道了。那好，那我们请，哎，如果你的造句是什么？是米阿西哦，上面啊，米阿西的伊那多罗米阿米阿，对，好难。刚刚我的那个电脑有一点问题，我真好，OK，OK，的 等一下哦，哎，那反正我们的练习方法就是这样子哈、哦，后面都是这样子练习哈、哦。因为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练习哦，虽然有一点麻烦，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学习，就是马拉诺道古比迪里黑苏吉拉海的，努迪里山努米迪里山努道马拉诺米苏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学习，然后彼此纠正了、啊，就是它对在哪里，错在哪里这样子。然后你的。其实我够吃啊，那个米够吃啊，那么迪丽希的，我还是要提醒啊，因为我们可能以后可能都会有要考认证的哦，这个要养成习惯哦。啊，那如果是句子跟米，前面一定要加，就是要变大写。
那一般的话，如果是构词或者是词组的呢，就可以不用大写哦。好，了解。哎，因为一般来说哈、哦，我怕会让大家误解啊。努米阿西，米阿西，如果你把它变成大写的米，会让人家误以为这个是乌安安呢。哦，以为是那个是名字，可能是人的名字，或者是一个地名、嗯、一个部落的名字，以为会这样子。嗯嗯，所以就不要大写。好，像想一下哈、哦。만들게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大小写的那个啦，像比如说像巴奈是稻米，对不对？稻穗稻米，如果我在句子里面写小写的话，那就是稻米哦。可是如果写大写呢，我刚刚的过了就不能翻成稻米，巴奈喊着。那我们甚至直接用中文的巴奈这样子、哦、所以会有差别、哦、了解，我了解老师的意思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就换那个努过了，你来念你的那个例句呀，句子。有句子啊，还是构词？构词，然后再句子这样子。构词啊，哇，你阿西扫地。然后有句子啊，我咪阿西吉伊那都罗咪阿咪阿，妈妈每天扫地。好，好，谢谢努古尔。那像这个阿西哈、哦，当然了，我们以前哈、哦，因为以前我大西努咪达乌邦扎，啊努咪阿西的，当然一定是扫地了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就变成扫地，好像很自然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就是像刚刚那个南弄一样、哦、因为现在很多水很多饮料了，所以米南弄都可乐，有没有？我们会这样讲吗？所以我们如果把那个米南弄硬要一定要翻成喝水的话，就变成喝水可乐，就变成这样子、哦、所以像这边那个米阿西克，其实我们就讲说少就好了，少就好了、哦、米阿西这样子。那因为但是因为现在你的例句是妈妈每天扫地嘛，那当然她就是扫地了，除非她有扫别的，扫街有没有？像现在像以前我们小时候，现在部落也会啊，就是部落的那个每个礼拜有没有都会米后书都不呀不同目。哎呀，一零二带你的米阿西都拉烂了呀，就扫街啊。所以不一定是扫地哈、哦，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样的、哦、那这边讲的你的这个，因为我们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嘛，对、嗯、米阿西的那都鲁米阿米阿，那这个都鲁米阿米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周期性的时间哦。那这个句子就叫做现在简单句哈、哦。嗯，好，好，罗斯托，那你说，好，不会。保罗斯，换你念哦，从构词，然后句子这样。你烦恼之因，因那都如咪阿咪阿。到呀，我们个词根你说烦恼，对不对？呀，词根你说那里烦恼啊？哎呀，烦恼，我们讲有时候是鱼池水池嘛，水池，然后米烦恼就变成什么？哎，巴洛斯，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听得懂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解释一下，就是构词这边呢，你的词根是烦恼，然后构词就是米烦恼，然后它是什么意思？我来米烦恼的那。然后呢，句子就是就翻，还有中文啊，还有中文翻译。好，我帮你看哈、哦。米烦恼之因那都罗米阿米阿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说米烦恼，几乎都是讲洗碗了、啊。现在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什么？对。那
像我们那边哈，像这个烦恼，我现在讲的是那个讯息栏这边的哈，烦恼我们有时候会是讲那个鱼池或池塘鱼池，或者是鸡蛙那个曼谷啦，积水的那个地方 masa fanao 有没有？就是积水处哦，这个叫烦恼，它是名词哦。那它是名咪型的，那加了前缀咪之后，咪发闹就变成一个动作了哈、哦。本来是名词，咪发闹上就变成一个动作，就是起的意思了哈、哦。发闹，咪发闹，嗯，那一般来，一般这个动作就是洗碗，咪发闹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咪发闹？就我所知，好像这是碗。该行了，这。哎，该行了，再给我发发闹问来。哎，哎。那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努邦扎西吼有好几个嘛，好几个用法。那这个米烦恼这边只有一般来说就是洗碗。那这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碗都是放在那个水槽嘛，哎，要烦恼，所以就变成米烦恼变成洗碗的专属的那个洗。你的那个用法这样的，好，所以啊 no， 中文翻译哈，你会怎么翻？你说那个基因啊，都感性都都咪啊咪啊。中文，妈妈每天都在洗碗，都洗碗嘛哈。对，我们巴洛我们就是这样练习哈，就是这个 PPT 我们就是这样练习。就是我会，你写完之后构词，然后句子写完之后，然后我们会念。那为什么要念哦？就是让大家去听一下不同雅群的那个音调，因为我们都会讲嘛，就让大家听一听。对对，因为马萨西鲁马古我还要努米达给了，马萨西鲁在教，所以我们你还一单呢。对，所以我们可能要逼着听，然后修正，或者说学习这样子哦。我的目的是这样子，来，好，打几码豆，一二三四，还是把它再给打，马在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我们可能今天只有正式学员，应该是只有四位哈，因为其他的我不晓得哈，那我就往下了哈。那我先说明一下这个 PPT 里面的这个颜色哦。构词跟这个时态有时候我们会搞混哦，所以我这边需要去说明一下，只要这个红色的字，只要是红色的哦，这个只要是红的，那我们就叫做是构词。那如果是蓝色字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时态，如果我在这个 PPT 里面用蓝色字标的哈，这个都是时态哈，就像这个，没有 ，me 显然是红色，它是前缀。那如果像这个 minanumai 这个一横 ay 有没有？这个是时态哈，我们不要去认为它是。那个词缀哦，我们过去学的时候，可能都会说这个叫环缀嘛，哈，有前缀，有后缀，然后叫做环缀，我们可能会这样认为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时态，所以要把它看作是时态，而不要看它是词缀哦。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你看哦，我们在前第一期还是第二期的时候，我们有讲过嘛。米拿努麦就是喝水的人嘛。如果是环缀的话，环缀的话就是前缀后缀，你把它看成环缀的话，就变成喝水的人。米拿努麦，喝水的人或事或物了，不一定是人嘛，人事物。米拿努麦，米福丁爱，捕鱼的人。
那个是讲词缀哦。如果在这里我们讲时态的时候，它这个就不是词缀了哈、哦，要看成是这个时态哦。我这边有写，不要当成后缀哦。在这个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全部都是时态的句型，所以这个时候先提醒自己不要看成后缀。好，举个例嘛，我刚刚是用 nanum 嘛 ，nanum 是名词水，然后构词就是去结构它加前缀哦 ，minanum， 好这个 minanum 这个前缀就是构词哦。那它 minanum 变成喝水或者是说喝就好了哦。好，所以构词 minanumai， 你看、哦、我刚刚有讲到，如果你把这个看成词缀，那它的翻译就是喝水的人。那如果我们讲的是时态的话 ，minanumai 是正在喝水哦。minanumai 是正在喝水，这个在喝水或现在在喝水哦，它是讲时态哦。那怎么去分辨它哦？看你的表达的句子，所以我们都是在句子里面去，因为讲话的人是我们自己嘛，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说我要表达的是什么，所以你就自己可以去决定它到底是词缀呢，是构词呢，还是说是时态啊、哦？那我应该哈，我先假设我们都听得懂哦。如果有不懂，我们再问，或者说在赖群再询问就可以了哈。那我就继续往下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进入第二个练习哈。这个都是啊，这边练习一点点。第二个练习是过去简单式哈。好，结构是怎么样？我们一样使用咪型的哈。你也可以用刚刚的啦，哦，简单一点，用刚刚的这个词根就好了。你刚刚前面第一个练习用什么，就现在就用什么。好 ，minanum do， 哦，有一个 do 哈 ，minanum do， 然后主词，啊加过去的时间，好，我们过来过去的时间哈，你在你这边都是哈，那你也可以自己找一个啦。不一定是用上面的、哦、那这边可以参考过去的时间、哦、过去简单式可以使用的这个时间都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 ，minanum do， 然后主词过去的时间。好，我这里构词 minanum， 喝水，懂吗 ？minanum do， 喝水了，喝过水，所以你看、哦、加了一个 do， 我们的中文翻译就多了一个水，或者是喝过水也可以。那喝过水了可不可以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我们要么就是喝水了，或者是喝过水，这样的好。好，然后再造句。好，所以这个练习有三个，构词，然后词组，这样子。词组就是所谓的构词，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名词先加前缀，然后让它变成动词嘛，构词。然后词组呢，就让它变成一个，它还不是完整的一个句子哦，就是算像如果讲英文的话，好像就像有点像片语这样子哦。好 ，minanum do 就是喝水了，然后造句呢，就把这个句子放在这个词组放在句子里面哈 ，minanum do。以后你啊，以后你就是过去的一个时间哦，刚刚就是已经过的一个时间，而且离现在很近了，就刚刚而已，已经过了。那么多高贵，以后你我刚刚喝水了，或者是我刚刚喝过水，这样，哎，我们就这样。其实今天的第一堂会比较简单一点了，不过我会需要更多的说明哦，所以那个像秀兰姐或者是那个 Alex， 可能先稍微体谅一下哈，因为我们先让我们其他的学习惯一下这个模式哦，上课的模式这样。好，开始练习了哈。现在有三个步骤哈，第一个先构词，
马扎对啊，好念。如果你用刚刚的，就是一样哦。构词，然后中文是什么？然后词组就是加了这个哦，那么多就喝水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完整的句子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个努波尔来练念你的这个练习的句子。好，米迪利斯写，米迪利斯都加过阿努拉拉，我晚上要写作业。努，好，好，谢谢努波尔。那我来帮能够来再做一点那个整合一下哈。好，能够的字根词根是 delish， 好，那 delish，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好像名词、动词好像都可以哈，那。因为我刚刚有讲嘛，我们是用名词字根嘛，名词的词根，所以这个 delete 这个词根，我们就是让它变成名词，那就是字，写字的字，哦，写名字那个字，哦，那加了构词之后就变成 delete， 就变成写，哦，因为其实，像我们那边海岸。放这么能给 delete 的书看 ，delete 有没有？你的字写得很漂亮，放这么能给 delete 的书，所以它是可以成为，它是一个可以当名词的一个词根哈。然后加了构词之后 ，delete 就变成动词，动作了就写了哈。然后第二个词组就是 delete do 哦，这个是词组，写过了哦，就是。或者是写了也可以哈，写过或者写了这样，写过了也可以了哈，因为这个就是词组，那放在这个句子里面呢，就变成ミディレットガゴあのささや，哎，あのささや，这个好像是之间，你看了。这个是未来，对不对？あのささや会怎么讲？会怎么去理解它？ざほかたへらぐ時間，就是あのささや，就是ざほかたへらぐ時間呢？比如说现在是白天，みのかえがこあのささや，这样我还没有到过了時間呢。所以这边语义的话，我们可能是不是要？修正一下哈，所以我们从现在哈，就是我刚刚前面已经先打那个打预防哈，我说可能会让我们的语感会被破坏掉，就是很不习惯。那不过我想各位哈，你放心，我不能保证这个我的资料哈100%正确的，但是。最起码 98% 啦，因为这个都是专家学者所统计、所研究、所验证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先去习惯它。哦，我们现在就先去习惯。所以你的这个过去的时间可能要换一下。好，所以这个阿努萨拉这个可能要换一下。对，好。而且中文翻译，因为你看我们要写的是我们要写的是过去简单式。哦，过去简单式哦。好，我们先请那个好，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。哎，阿斯本阿古，米古号，不汤，米古号都忘记打，等下都过汤了。米古号多吉，容易以搞到干，容易午餐时喝过汤了。好，谢谢 Alex。好，古号是汤嘛，所以它是名词，那也是咪型的词根哈，所以米古号。构词就变成喝汤，那它也这个字哦，米古号它也只能是喝汤哦，没有不像拿弄，米拿弄它可以变成喝，
然后他可以喝任何一种饮料。哦，那这边米古号就只能是喝汤了，哦，所以跟这个南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始祖就是米古号多，哦，喝汤了，完成了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它是过去式哦。我的波奈杜古尼亚什么给喝汤了，喝过汤。好，那造句呢？米古号多解容易以卡拉好干，哦，在。一，哦，我们再来看，哦，这个过去的时间，哦，一般的话我们都会使用伊莱古一神呢，那其他比阿耀努美珍就是伊嘎拉好干，这个一般我们都会讲就是过去的一个时间，哦，过去的一个时间。米古好度，哦，这个是词根，哦，好，喝汤了，喝过汤。好，换巴洛斯，还是继续的巴洛斯。米阿西都变成迪里克斯。因为，好，没有个顾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哈。我知道了，因为那个可能我们有一些学员哈，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方式可能都会不一样啊。那第一次来用这样的方式学习的没有关系，就是慢慢习惯一下。这个没有代表程度哦，就习惯不同而已。那我提供这样的方式。这样的那个学习模式，或者是说提供这样的资讯传递的方式，哦，其实还是有用意的。第一个，我刚有说了，就是让大家彼此看一下我们写的，还有让我们念，让我们听一下我们彼此所念的差别在哪里。这样，那因为我们应该都有中高级的程度嘛。所以需要有结构的去造我们的句子，就是它我们一般说话那个句子，它是有结构的嘛，从词根，从词根构词，词组，然后句子这样，从点线面这样子，哦，去表达我们的句子，这样可以慢慢的去结构我们以后要说话的那个这个句子能够更精准、更正确，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是秀兰姐，我们阿西多变的第一题书。老师，我那个中音没有标到，咪一字。好，好，哎，吃槟榔可以用吃槟榔吗？还是采槟榔？如果翻译的话，我用吃槟榔可以吧？咪一字，一般。那我先问一下哈，你们吃槟榔都怎么说？就是米一只吧？米一只，对啊，米一只吧，白一只，米一只，没有讲古曼多一只，不是这样讲。米一只可以啊，米一。那采槟榔呢？采槟榔呢？也是啊，我也是一样的冰块，也是一样哈。所以其实，所以我们还是用那个你们自己部落习惯的。如果你两个，我们吃米一汁就吃槟榔，如果采槟榔也是米一汁，那都可以，就看你要用什么。嗯，因为你们部落的习惯是这样的话，就用你们部落的习惯。对 对。如果两个就都通的话，你就找一个就好了。对，我就是用这个吃槟榔啊，哈，可以哦。哎、好、哎，那我的那个米一汁都吃槟榔了。米汁都是班奈伊达达亚，班奈晚上吃过槟榔了，就这样子，嗯、谢谢。好，好，秀兰姐的字根是一只槟榔哦，那有喉塞音哦，是在那个咪的后面。对对对对。那
还是少一个 i 对不对？米米一哦，对对，米真的是米这对不对？米米这对。我还是先这样。这样子，这样子哦，米这对。好，你写好了 ，OK OK。嗯，应该是这样。单词就是一字嘛，就是少了一个咪，就是它的那个词根。好，咪字。好，那咪字豆就是吃槟榔乐。哦，就是马勒布奈多尼亚德马卡，就是已经过去了，吃槟榔了。哦，好，那造句呢？啊，词组啊，造句就是咪一字豆去巴奈伊拉沙亚，伊拉沙亚就是过去的。表示这个是哎，马亚的姑娘，几刚刚好那个，它是已经过的那个过去了。对对对，那很有可能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可能就是那个马拉大都12点哦，马拉大都半夜哈，沙沙亚一般我们讲沙沙亚是大概就是从6点之后一直可能到11点嘛哈，所以我可能讲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。半夜啊，没这不去办那一个沙亚，这样一过去的时间呢，这样。所以安努沙沙亚呢，安努沙沙亚是还没有到的那个晚上哦。所以我讲这句话，对呀、啊，就那个是哦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刚前面讲的，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那个我们自己的那个争议在。那我刚刚有保证过嘛，就是先不要怀疑这个 PPT 这样，因为这个是很多专家。那个长辈所提供的、哦、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先照那个 PPT 所提供的这个资讯，然后我们来互相理解，这样。好，换巴洛斯。对，呀，明明都搞工业后呢。所以你的你因为词根你说嗨，你因为是动词对不对？买了动词都嗨。呀，词根在那里，词你看、啊、你现在你因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构词。在一个字在阿迪里斯过来用，米香过来米东阿兰都过来，米东阿拉伊都过来，反正搞个嗨。所以呀，词根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。有的那个像吴敬南他讲说那个是单纯词，就是说杨因为拿弄拿凳，这个是很单纯的，在不能分开了、哦、不能再拆了，单纯词了。那你的词跟这个因为其实它是动词，没了动词的。哎，我那个说没了动词，我的意思是说变成动词了，所以你的词根选错了，你要选名词，有没有名词词根？我那个过我那哎，你那么哎好，那动词的话后面会有动词的，我们就现在、哦、都是用名词、哦、还在 好，那我们一样看你的那个名因为动词啊，名因为都该过，名因为都该过。然后你，我刚刚洗过澡了，中文翻译就这样哈。哎，我洗过澡了也可以，因为你刚那个以后你就是刚刚的意思嘛。我刚刚洗过澡了这样的，所以要迪丽森古努好了吗？还在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那我来问一下、那个，再给你动词。我先问一下那个 Nugol 还可以吗？还可以习惯吗？哦 ，OK 好，还在摸索。还是我那个电脑，我就操作有点怪怪的。哦，我要写在下面，可是都跳不下去。好，那这样能够了，因为你的电脑的关系，你能够写的就写，然后
我再帮你念，或者说缝合一下也可以、哦、我快写好了，我快写好了。OK OK。好，那我们每一次的这个，因为这个范例可能不一定说只有两个步骤，有的是三个步骤，有的是四个步骤嘛。我们刚刚前面的两步就搞定了嘛，因为它是简单句，比较容易写。那过去式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要从这个构词先做词组嘛，喝水了，然后再来造句，再来三步嘛。那可能后面还有一个四步的、哦那我们以后的课堂的练习是这样子、哦、就是因为两个小时嘛，所以我们从七点啊，我们七点开始嘛，七点然后上到八点，我们就先休息，然后休息十分钟，八点十分我们就继续这样子、哦、所以第二节的话是五十分钟，第一节的话是十分钟啊，一个小时这样子。我们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模式啦，那 Alex 跟秀兰姐其实他们都已经习惯了齁。没有关系。慢慢来齁。那反正只有一个目的。目的就是让我们去把这个 PPT 里面的东西把它学起来这样子。因为这个也蛮重要的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是，请说。就是我写完第一排之后，对不对？哎。然后要跳到第二排，是要按哪一个键啊？我的，你的是 PC 的还是那个 Mac？ PC。PC 的，是不是要压 Shift？ 我问一下，因为我的电脑是。因为我按一样哎，我按。如果你按 Enter 会送出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我刚刚一直按到。是不是要压那个 Shift？ 一样。跳不下去。哎，那我问一下苏显，苏显你都怎么弄？我问一下苏显。嗯。他如果要用第二行的话，一般你们 PC 的是怎么弄？那个快捷键是怎么？我刚刚用第二行，用手机也是直接跳进去。哎，我问一下苏显，你有在线上吗？我要一直按空格键哦。哎，你们没有快捷键哦。像 Mac 的话，我是用 Shift 然后 Enter， 它就会往下一行。嗯。问一下 Alex 啊 ，Alex， 你是用 PC 吗？嗨，但是我是在 Word 打字再贴上去。是哦。对啊，我刚才测试了一下，好像是。哎，我是用那个，我的是可以用 Shift 加 Enter， 就是可以换行这样，换行对不对？那个如果你试试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耶，对吗？可以，对啊 ，OK， 谢谢。怎么过来换行啊？那个等数什么啥的过来信息？真的？哎，在干那那米特菲都那电脑上了，嗯，阿里还不克服起来。原来是因为，其实是因为现在时代变了嘛，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去慢慢习惯了。因为像各位你们以后可能也要在线上去教别人嘛，对，所以那个操作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子习惯一下，嗯、这样。哎、嗯，你的没有我在练，你没有压 Shift。要 Shift 再 Enter 这样子，等一下哦，试试看。哎，那我们先试试看哈，因为我们现在九点，我们先休息哈。讲到这个，这是第几个？这个是好第二个，我们在第二个。好，我们都写完了吗？好，这个是 Minanum Do， 我们讲说它是过去简单式、哦、那什么什么了，或是什么过、哦、就是已经过去了嘛、哦、喝过了，喝过水，喝水了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、哦、
第三个，来，这个是未来式哦，简也是简单未来。那结构句子的结构是不是这个妈咪，然后词根哦？那我这里我当然都是用这个 nanum 啦，所以比较好去理解哦，这个字怎么去使用它哦。那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的词根如果还是 nanum 的话，我这边是用 nanum 嘛哦 ，nanum。那构词的话就是 minanum。那前面如果我们要变成它是未来式的话，就是未来要做的这个动作哦，前面加一个妈，那这个妈就是我们讲的，它这个时候它不是这个构词哦，它是时态哦，讲的是时态，所以妈咪那弄就是将要做这个动作，做什么动作？就是那弄咪那弄，所以这个咪那弄是喝哦，喝水或者是喝妈咪那弄，就这个妈就是说将要喝。将要做这个动作哦，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哦，时态跟这个构词，所以我特别在刚刚的时候去用这个红色字、蓝色字去说明它哈、哦，时态，然后这个是构词 ，minanum， 它是一个动词哦，那这个 maminanum 怎么写呢？它是连在一起写哦，不能分开写哦。那我这里标着这个一横，主要是要去标示它，哦，主要是去让我们更清楚去标示它，说这个字的结构是什么。那我们在书写，一般我们在书写的时候，它是连在一起的哈，不能分开，中间没有空一格，没有，是连在一起的。Maminanum 这样是同一个构词哈，好，同一就是在一个字里面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，minanum 这构词喝的意思哦，也是喝水的意思。uma minanum 中文翻译就是将会喝水，或者是将要喝水哦。啊，这边有一个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多了一个乌哈、哦，多了一个乌，为什么会多一个乌哈、哦？这个也是这个。在我们在备课的时候，就是老师特别去提醒的哈，这个是不能省略的，就是我们在未来式，在去使用的时候，前面都要加一个乌，哦，那这个为什么呢？那我这里我先不明说哈，我先不讲的太详细，因为可能我们也会搞混，那。也许我会放在后面再来仔细说明、哦、那在未来式里面我们都会加一个乌、哦、我先说明一下、哦、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句型都叫做动词句型、哦、我再回头看一下、哦、好，我们现在第一个单元、哦，我们现在是使用动词句型来做这个练习，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练习了两个，对不对？两个范例，我们都是使用的是句什么句型呢？动词句型哈、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使用这个动词放在这个句首来使用哦，来开始我们这句话，那我们叫做动词句型哦。所谓的动词不是只有讲这个难度吗？而是经过构词之后，这个 minanum 它是动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整一句我们叫做动词句型、哦、那第二个也是一样 ，minanum do 也是一样，有一个哈、哦、，minanum do 它有时态，那是过去的一个时态哈、哦、，minanum do 喝过水了、哦，这个是动词句型。好，那这个未来呢？未来简单，我们 minanum 它其实。这个构词它也是一个动词哦 ，minanum， 只是它的时态是放在这个构词的前面 ，minanum 将要喝水哦。那这里要注意说，因为未来式这边一定要放一个乌哦，放一个乌。我们目前我们先来用先记得、哦，先记得就是
不要放一个乌在前面哦。好，那中文翻译就是将会喝水或将要喝水。那做了吗？这个喝水这个动作做了吗？其实还没有嘛，将要而已，因为它是未来的。好，那这个是词组句子一样哦。我们的这个未来的时间，啊，未来的时间一样，你就看那个表格哈，这个未来的时间哈，看看你要用哪一个。好，乌玛米纳努姆卡库，阿努吉拉，阿努吉拉，阿努萨法也可以哈。我其实我把那个了，因为我自己习惯是用阿努吉拉，就是明天。那有的人会写阿努萨法这样啊，因为我一直。无法，我是看这个中文哦，因为沙发早晨嘛，阿努沙发我都会一直去，就是明天早晨呢、啊，我都会这样去，因为可能太习惯，所以我看到这个中文，因为它是明天，所以我就改成阿努吉拉，这样我会比较习惯明天哦，阿努吉拉，好，乌玛米纳努姆卡库阿努吉拉，我明天将要喝水。我们明天弄个过安努吉拉，我们明天弄个过安努沙发也可以了，也可以。我明天将要喝水，将会喝水。好，一样三个哈、哦，未来简单式啊、哦。我们先学简单的、哦，后面会越来越复杂、哦。好，一样哦。这个中文字可以省略哈、哦，中文字可以省略，然后。写这个构词，然后构词的意思是什么？然后词组，然后词组的意思是什么？然后再来造句，这样三个步骤哈、哦，慢慢来。好，我会等大家哈、哦。那如果说我们其他的学员，如果说有后来就是正式学员后来才去加入的哈、哦，就是跟上了哈、哦，然后。前面我不可能再回头讲了啦，所以可能要再过几天哦，再看那个我们的录影哦。那我们就从你进来这个时间，我们就一直讲下去这样子哦。好，哎呦，巴洛很快哦。那我们请巴洛来念你的例句。那我要帮你念吗？还是好好好好好，刚刚没有开那个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请，好，米阿叔打猎，妈咪阿叔将要打猎，我们阿叔卡古阿努去了。我明天将要去打猎。好，谢谢巴鲁斯。好，那个巴鲁斯的字根是阿苏，阿苏。我们一般好像还是动词，对不对？阿苏动词。所以你很喜欢使用动词哦。对、欸，我很喜欢用动词。对。对啊。你想得到有名词吗？慢。想得到名词吗？因为沙登这个沙登就是名字，米沙登就是采菜嘛。那米沙登就是将要采菜嘛，对不对？米沙欧西生这个那那米迪利生的麻烦了。对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就是这个米沙欧西，因为米沙欧西安尼卖还是算数。哎，沙欧西它是动词啊。还是动词、啊，阿努米，可是变成读书的话，这边米少西还是动词吗？像米少西，我知道是我们像如果像海岸的话是算嘛，哎，对对，那你可以用那个像这个应该是秀姑人的、哦、他们会写，那我们是用米迪利，主萨是猪嘛哈、哦，哎呀，米主萨就变成动词了。对啊，我们这边是武凤变书，
哎，但是我们没有写米乌后嘛，我们还是遵照我们部落的习惯了。那我们读书的话讲米迪利斯，哎，这个迪利斯，迪利斯的话，它其实还是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读书，一个是写嘛。不是迪利斯，有的是写，那一个是那个字，我们写出来的那个字。如果我们要，这个是要看我们自己了，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如果我比如说像我刚刚有举过例嘛，当扎尔古迪利提素，那这个时候这个迪利就是名词，讲的就是那个字，哎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扎尔古比迪利提素这个就动词了，讲的是那个写嘛。啊，不过这个已经改，这个还是那个啦，构词之后才那个变成动词的啦。好，那没有关系哈，就是我们一样，米阿多打猎，妈咪阿多就是将要打猎哈。我妈咪阿多阿古阿努吉拉，这个也是没问题的。那主要是说是动词哎，嗯，会不会啊？马拉动词都给马古海，对啊，还马拉动词，但是我词根你那里，词根原本的意思。我懂词一度，词根原本的意思，不是马达曼马拉拉古培亚，我是说名词嘞。哎，我翻那个古名词啊，你立马古名词。拉农，拉登，拉登，弟弟，弟弟个，马达弟弟，嗯，弟弟，哎，那个干能弟弟，还有名词过了。可是我们有讲米弟弟吗？在很少讲哦，几乎没有这样讲嘛哈。阿歪啊，你发挥一个，你发挥变成动作了、啊。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发挥是名词。哎呀，然后我们要构发挥的，你发挥好像有动词了，你发挥好像有这个可以用这样讲，你发挥就是去抓猪嘛。哦，米福定，哎，福定是名词对不对？福定是名词。然后构词米福定就变成捕鱼嘛，变成动词了。哎，这个就是构词啊。哎呀，蛮多。来，然后那我们这边讲乌妈咪阿杜乌妈咪福定的故阿努吉拉，我明天将要去捕鱼，对不对？就变成这样子，将要捕鱼这样。那我们这样子哈，就是我们先来看那个。没有关系哈、哦，我们就慢慢习惯，慢慢修正哈、哦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巴鲁斯这个部分哈、哦，看一下这个讯息栏哦。巴鲁斯这边所写的，它的词根是阿杜哦，阿杜。那其实原则上阿杜它是动词，那构词之后米阿杜它还是动词，没有变哦，意义没有变，米阿杜哦，它是构词。那我们现在词组放进词组里面呢，就是加妈时态哦，妈，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刚刚的构词啊，妈咪阿杜就是将要打猎，然后造句的话是也就好了，是啊，那个中文的去先不要哈、哦，我明天将要打猎，这样就好了，是啊，来，我们就用精准一点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请努古尔来念你的提供的例句。老师，我是要写那个采菜的那个采。好，哎哎哎，我知道。米沙邓采菜。哎。乌妈米沙邓将要采菜，我写哪菜？我写哪菜？应该是采菜才对。乌妈米沙邓噶古阿努后呢？我等一下将要去采菜。好，好，谢谢努古尔。好，我们来看努古尔的哈，它的词根是拉登，拉登是菜，那它是名词，没问题。那构词之后，米拉登就变成动词了哈。米拉登就是采菜的意思。那这个跟那个米拉弄也是一样哦。米拉弄，你看米拉弄它是水，然后啊，
南弄是水，然后米南弄就变成动词。那其实我们可以讲它喝就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喝很多，所以不一定是水了，所以我们直接可以讲喝，这样就好了。这边的这个沙凳也是一样哦，因为现在的沙凳有很多种，比如说米沙凳加过多达玛纳，有没有踩？所以这个米沙凳它可以变成踩了。那我们只要知道说这个米沙凳就是说一定就是去踩那个菜啦，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的意义更精准的把它定为踩哦。所以因为现在沙灯太多种了，米沙灯都那么慢了，那沙灯就后面可以去注明嘛，哈、哦。好，那词组呢，就是乌玛米沙灯，就将要采菜这样。其实拿菜好像可以哈、哦，不过我们还是尽量，就是因为这个米沙灯就是它有那个采收的意思，所以它是从那个它生长的那个地方把它。把它那个动词多阿里啊，慢，把它动词多阿里古尼南，哎，米沙灯就变成动词哦。好，哎、将咪就是变成动词啊。哎，所以它没有咪就是名词。名词，哎、嗯，它本来就是名词，然后加了咪，加个咪还把它动词，把它动词的，还有就踩的意思。哎呀，哎，那踩。或者是讲采菜也可以了。那因为我刚刚有讲嘛，啊，这还得过马萨西罗马呀，沙登啊，尼格拉海，到底是哪一种菜也不晓得，所以我们讲采就好了。米沙登都达玛纳，米沙登都宁静这样子哦，很多种。哎，达玛纳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精准一点这样子哈、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，不会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今麦倒是 Alex， 好换 Alex。哎，米祖嘎画图，乌玛米祖嘎将要画图。乌玛米祖嘎是我发啊，努吉拉礼拜，我发下个礼拜将要画图。哎，好，谢谢乌发。好，那乌发的词根是祖嘎。主干就是名词，就是画、哦、就是那个人家画出来的那个画、哦、主干很古拉，你主干就变成动作了、哦、就是画，就是画、哦、一样都是画、哦、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动作了。那讲画图当然就比较精准了，画图。那可是你看哦。我还是一样那句话，我们刚所讲的，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东西了，所以画只有画图而已吗？画脸不行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剪，就是不要画图，就是画就好了。画，因为它是动作嘛。米竹嘎就画，米竹嘎都必须努改音，米竹嘎都必须努娃娃，有没有？所以它不是画图哦，是画人家的脸。所以哈、哦，所以这个米竹嘎就是画的意思哈、哦。好，那词组呢？未来是乌玛米竹嘎将要画，将会画。那这个要怎么去定义？到底是要画什么？就要看你的那个句子。所以我们看那个乌发的例句哈，它乌玛米竹嘎是乌发，安努吉拉阿里拜，它后面都没有那些哦，它只有写乌玛米竹嘎，所以我们就理解哦，他就是讲画图了，就好像那个乌玛米纳诺姆吉乌法阿努吉拉阿里拜，后面没有讲饮料的种类嘛，所以我们那他是要喝水了，就这样子哦。所以就是看我们的句子，然后再去定义，再往前定义，读啦构词的那个意义、哦、好，未来的时间阿努。吉拉阿礼拜，好，另外一个礼拜哈、哦，好，那接下来请秀兰姐，哎，我的词根是
嘎浪，嗯，米嘎浪抓螃蟹，我妈咪嘎浪将要抓螃蟹，或是将会抓螃蟹。句子，我妈咪嘎浪几东伊安努达巴。容易明天早上将要抓螃蟹。好，谢好。我们来看那个秀兰姐的那个提供的句子哦，这跟嘎浪米嘎浪没问题哦。然后词组我妈咪嘎浪将要抓螃蟹，螃蟹应该是不是踩了，就是抓了。我妈咪嘎浪，然后句子呢？我妈咪嘎浪姐容易，安诺沙巴克容易，明天早上将要抓螃蟹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哈，安诺沙巴克一般哈，我这个其实还是要看那个每个部落。他们自己习惯的那个用语哦，像对我们的是明天早上叫做就是明早嘛，哈，明早，明天早，对对，明早。那有的会讲明天哦，他不是像有的人他的那个 Sabak 他直接讲是整天的明天，所以明天的下午他也会讲 Anu Sabak。会这样子吗？会会。还有分早上跟中午啊。因为安努沙法他有的部落讲整天嘛，哦、所以是每个部落不一样哎、欸。对他讲整天，所以我明天如果明天下午要去游泳，我也讲米兰威格布安努沙法，他直接这样讲。那到底是早上下午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明天啊，所以他们会这样讲。嗯、所以这个。像你的这个早上我是比较认同的，撒放就是早上啊，明天对、啊、隔一天的早上还、哎、是还、哎、那我只是讲说有一些部落的那个习惯，所以如果安格瓜里如果我要讲明天的下午我要去抓螃蟹，可是我要讲明天就好了，我不会用撒放我那么挂还要跟他那你就会写说安努吉拉嘛，不用讲安努达巴。哎，我都是用阿努吉拉。哎，我如果没有指名阿努吉拉阿南哥，我都是用、嗯、我都是用这样的。哎，嗯，所以我都是看对照嘛。所以如果讲那个阿努沙法，他如果是讲明天，我就会很不习惯，因为沙法我都一直讲是阿努早上嘛。哎，嗯，好，这个是习惯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看看 Alex 的修改，米竹嘎就是晃，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动词，米竹嘎。阿努吉拉阿里拜，哎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那这个练习大概是这样子哈。那我还是鼓励一下我们的学员哈，就是我只是提供练习方法哈。那不是说今天讲完你就很会了、哦、就是要回去一样用这样的方式一直练习练习、哦、讲念讲念写这样子、哦、好我就往下咯。好这个是第四个例句了、哦、这是进行式了，进行式就没有分现在未来过去了、哦、就没有分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、哦进行式的话，那时间的话是当下的时间、哦、那当下的时间，那个上七宫格里面有写、哦、好，结构就是咪词跟爱、哦、一样，这个爱就是时态、哦、好，我一样都是用南努了，米南努多词，然后米南努麦正在喝水，或者是现在在喝水。或者是再喝水都可以哦。みなの前。好，那句子呢？みなの前がこういうマティニ啊，マティニ就是现在当下的时间嘛。マティニ、みなの前がこういうマティニ。我现在正在喝水，我现在在喝水，我现在
都讲过了，我现在在喝水，正在喝水。好，一样哦。其实我们不用再去找太多的那个了，我们只要一直重复去练习这个。重点是那个哈，重点是这个那个词组的这个部分，因为构词都一样嘛。那重点是在那个词组 ，mamina num 就是未来。然后 ，minanumai 现在进行式，我现在慢慢讲，你们要赶快写哦。我边讲边你们边听就边写哦。那 ，minanumdu 是什么？喝过水，喝水了哦。就这样子哦。好，一样三个步骤，其实不难，那就是麻烦大家。就是练习一下，在这个讯息栏把你的那个例句写上去啊。那我们来看，哎，好，慢慢写哦，我们不要太赶。那像如果说我们这边如果说有旁听的学员哦，就是，我还是鼓励你就是练习一下这样子哈、哦。那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要求你了。那因为我们既然其实都花了时间嘛，其实两个小时也不算短啊。那如果说你可以利用这两个小时，专心的去背一背。然后听听看我们所讲的，然后还有那个正式学员他们所写的这些例句哦，其实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你在主语的学习上更进步哎，这个是蛮确定的。好，一样等你们 po 上来哦，那我们就慢慢来分享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。哎，米咖喱挖水沟，米咖喱爱正在挖水沟，米咖喱爱吉法吉马蒂尼，舅舅现在正在挖水沟。好，好，谢谢 Alex。好，他的字根是咖喱，咖喱是什么？小水沟嘛，对不对？咖喱，那米咖喱，米咖喱挖水沟啊，还有什么别的方式？其实就是挖水沟了哈。米咖喱，好，那正在做这件事，米咖喱爱正在挖水沟哈。然后呢？那个。米咖喱埃及法吉伊马蒂尼，所以这个动词句型那个咪要大写哈。米咖喱埃及法吉伊马蒂尼，舅舅现在正在挖水沟。好，那 Alex 这个就是应该是笔误了哈，就是句首还是要大写哈。好。我们来等等其他学员的这个例句啊。其实那个，我跟我们另外两位学员说一下啊，像我们的那个正式学员呢、啊，像那个 Alex， 在一个帮子在那里，哎，对不对 ？Alex， 我讲对吗？嗨，哎，那个绑架对吧？可是他还蛮厉害的哦。然后搞反诈的，然后搞反诈。好厉害呢！哎，我反了艾米尼，我反了艾杜基苏，我阿米萨加库。哎呀，我荷兰基苏，那个 Alex， 我巴兰加库，巴兰，哎。那个，我换一下是啊，
Si nukul to, kisa to mami asip to pinatili siso. Misateng cai cai. Misateng ngay, zin zai cai cai. Misateng ngay kaku I kalahokan. Wo zhong wu zin zai cai cai. Mm, 好。I kalahokan, 好。你看了、啊、那个，我看一下哈，现在进行式哦，现在正在做的，这个好像比较当下。如果是当下的时间，好像我们能够提供的时间，好像只有，好像只有我们那个好像只有伊玛迪尼还有阿尼尼而已，对不对？哦，老师，就是我们那个看错了。你写是当下的时间嘛？吼，哎哎，我应该是要写 imadini， 哎呀，才对，哎哎哎，我没有看清楚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通常其实像，一般哈、哦，如果我们用一这样子，一哈瓜一什么时候那个时候，我们通常都是讲。马来多过了，几缸呢？五马劳在个马劳在，就是已经过了，所以就往回头看哦。伊噶拉好干，所以你那个应该是过去式的那个时间哦。啊，你当下在伊马丁尼，阿尼尼这样也可以哈、哦。可是我问你哦，哎，像我们用口语去讲的话是，米纳弄米纳弄噶古米纳弄麦噶古马丁尼，哎。然后现在用写的话要加一个一，伊马丁尼啊，哎，哦，因为马南南哥哥说嘛，米南努麦卡古马丁尼，就会少念那个一。哦，哎，我们还是会加，嗯，哎，伊马丁尼这样，嗯，而且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我这个 PPT 里面，嗯。那像我们那个七宫格上面写的那个时间副词应对那边，嗯，呀，去年上个月上周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一阿要努尼亚米扎，一阿要努尼亚弗拉，那个一是分开的哦。对对对。那可是那伊纳吉拉那个是合在一起的。嗯、哦。那这个伊马迪尼也是一样，它是合在一起的。嗯，那书写的话也是要合在一起吗？对，但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去年上个月上周，嗯，有那个一是没有，它是分开的哦。哎，对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。那如果我们去考试的话，这个一是要合起来还是要分开呢？你说哪一个字？就那个一啊，伊马迪尼那个一。伊马迪尼是要合起来。要合起来。伊纳吉拉也是要合起来的，嗯、所以我们去考试那个一是要合起来，是不是？哎、书写的时候，哎、对对对、哦，是合起来的。我是怕说那个考官，嗯，你咪打分数爱心息，会说你我还阿努嘎嘎编你数阿啥，然后叫他去问那个了。不轻易啊！我爱不标准了啦，写作没考试哩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。哎，我猜呢。哎，在巴卡翻那，在古马拉拉外一处高山。你马古马达马，你马古马拉拉外马古吉格米。我们的这个教材的提供者哦，是很有权威的哦。我呢？哎，嗯，所以应该不会有错。嗯，海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边绝对不会错，就是我们去考试的时候写作啊，啊，那个在打分数的老师，啊、嗯，这个放哪几来多年了啊？讯息，嘛，他以为是分开的，啊，嘛，刚刚 BI， 他我是想说他是不是不太了解，啊，嘛，刚刚 BI 那个啊，马拉拉过年难说啥？其实我们不用担心那个，嗯，其实我们不用担心那个，因为我们所有写错的他都不会跟你讲了。哎呀，我们以前考试，
不管他都会跟你讲说，哎，你哪边错吗？不会啊。哎呀，那考卷也不会发回来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。所以没有问题，就是我们就照我们现在讲义的内容，我们去学。那我如果后面有订正的，我们也会传上来，就是做修正这样。所以像你们那个在那个 LINE 里面下载的这些那个，都要随时更新，因为有可能都会修正这样子。像你们的那个讲义是不是 Imadini 后面还有一个 B， 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删给我们的，没错。对对，就把它删掉就好了。没错，我这边对，没有了，我已经删掉了。对对对对，我已经删掉了，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做修正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不用担心。对，吉玛杜，我看一下，换秀兰姐了。秀兰姐换你了。我的词根是玛丽，米玛丽玩球，米玛丽爱正在玩球，米玛丽爱古把伊奈亚阿萨瓦阿姑伊玛迪尼。我弟弟现在正在玩球，以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秀兰姐。好，一样哦。玛丽是名词，所以米玛丽就变成动词了哈、哦，就是玩球或者是打球了，也可以哈、哦。那我可能会建议说打球可能还比较好一点。米玛丽，好，对对对，可以。因为玩球啊，好像那个娱乐嘛，小朋友啊，所以小朋友玩球啊，我们可能都会讲米萨拉玛杜玛丽呢，对不对？玩球米萨拉玛杜玛丽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米玛丽可能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有一点专打篮球，对，有一点专业那种就是好像有一个竞赛叫米玛丽这样。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哦。我们有没有那个什么打篮球、打足球、打乒乓球那种的词汇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只有打球而已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现在都用描述的嘛。是哦。你玛丽格布顿诺瓦呀，那玛丽变成这样这样的方式，那我爱了。啊，那篮球的话怎么办？你敢吗？就是要用描述的。是，如果说用篮球要怎么描述？又是手又是跑。因为哈，又是跑又是手，这个就会牵涉到我们对那个球类的明白，对那个球类的那个认知又不一样嘛。像你刚刚说篮球是努甘麦阿玛利，那手球呢？手球呢？就搞卖的玛丽啊，对啊，又变成又一样了，就变成，所以我们的认知会都不一样，啊、所以就是没有啊，所以我们都用描述的，哦、我们只要描述对哈，就是啊，那等一下还能到啊，麻烦那就这样，那就这样，那就对了，就这样子。如果说讲你打篮球这样可以吗？用谐音。其实我们现在打篮球，那个。有一些老师说像新的名词啊，整好了很多就是像打篮球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就用这样的方式，因为现在太多东西了，像是耳机，妈的米蛋，打灯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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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对啊，就哇，那么长、哦，好长哦，对啊，就会变成就像老师讲的，只能用描述的，好多词组，用描述的就会比较多。只要描述的，人家听得懂，那就这样就好了，因为没有那个字嘛。所以只能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我妈我耳机啊，那我接那个啊，也是不得了，一等一个啊，他等你认真。哎，你听到前面那咕噜是球呢，也是球呢，咕噜。哎呀，你怎么写那个？米玛丽，米玛丽小孩打棒球呢。P O L O。咕噜。棒球的话，打棒球。亚球，亚球，韩国棒球，他们是拿那个。
拿 日语的来借用，这样你要给我们的。对，啊，对呀，咪，哎，对，等那嘛子。对啊，没关系。阿瓜嘛，啥苦啦？难听的。我们学习的目的哈，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，就是我们可以自由一点，就是提供我们的想法，然后我们讨论看看哪一种会比较好，这样子。哎，哦，对，这样的话大家在学习上会比较有帮助了。那也可以补充那个讲义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这样像我们刚刚这样讨论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所以大家不要害羞哦。但是我们今天只有四个，好像还有另外两位，对不对？就，我不晓得，我看一下那个，这个要怎么看呢？那个上课的人，就在群组那边呢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没有关系的哈，这个。我们就继续往下，我们现在可能只能讲到一个了，剩下的时间。好，我们就往下了，就完成式了，现在完成式。好，句子的结构，我边讲你们边听就边写了，这样会比较省比较多时间。 I me 我一样用南弄 me 南弄 my， 然后呢 me 南弄 my， 这个是后面还有一个 ho， 米纳努麦 ho， 就是还在喝哦，米纳努麦 ho， 然后家人加地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哈，这个过去我刚刚有讲嘛，就是过去完成式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哈，过去的一段时间。好，那主词。那再加一个地点，这个地点我看先不要，我们先省略。那我们这样就好了，这个句子结构就是米南的麦胡主词，然后再加一个过去持续到现在的一个时间。我们直接看例句了。好，构词米南的河水，词组米南的麦胡，米南的麦胡就是还在喝水，米伏丁埃后还在捕鱼，米拉丁埃后还在采菜，这样哦，持续的还在做哦。好，那句子呢？句子米南努麦后个过达哈尼尼。好，这个我这样说了，为什么要刮胡哈？我们暂时先这样子，就是。从，因为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从过去的一段时间哈，到现在，就是这是一个段时间嘛。比如说三个小时前，现在是8:55哈，三个小时前就是5点多哈，5:55到现在三个小时嘛，那就是从3:55到现在，8:55哈。就是打你你讲究有一个时间段这样子哈，那这个是现过去完成式哈，过去完成式。好，那主语我先念一遍哈，米南努麦胡格古打你你。那我们先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哈，这个各位可以翻一下你下载的这个 PPT 哈，我们用这个方式了。我们看看来不来得及哦。这个时间哦，过去的那一段时间，那努哈瓜过去的时间哦，比如说那努里马阿达杜吉安达哈阿尼尼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五点是已经过去的那个时间，那到现在的时间，现在是8点，达哈。希望或者是不落啊，大都跟这样子哈。Nano， 然后一个时间点，大哈，然后下面是现在的时间，这样子。练习看看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的下载的那个 PPT 哦。
啊，或者是、哦、如果说有点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先用这个大哈尼尼。我们先来看这个中文哦。我到现在，我直到现在还在喝水，所以我们先看这个词组，词组的部分就是还在喝水这个。みんな飲まいほう。哦，重点是这个。みんな飲まいほうがこう。哦，这个是主词。みんな飲まいほうがこう。我还在喝水哈、哦。那这个绿色的就是后面这个ダニニ，到现在哈、哦。那这个其实我这个句子比较没有那么完整了、啊，比较完整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ナノハコア、ダハハコア，这样子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样。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，这样子。好，写得完吗？我们现在还有两分钟。对跟错先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先写写看、哦，不用在意，不用那么在意那个对或错，反正因为我们都会重复念一下，这样念一遍。有吗？好，我们请巴洛什，哎，是吗？是巴洛什吗？好，哎，好，请巴洛什。你等一下听，你等一下以后还在听，你等一下以后，告诉都说你那大哈阿尼尼。我知道现在还在听妈妈说的话。好，谢谢巴鲁斯。好，那我看一下你的，你看一下你的句子、哦、其实巴鲁斯这个句子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有那个字啦。你等一下，好，告诉说了，你一那这个有没有要应该要分开嘛？哈，应该是口笔误，对不对？你一那，你看你一那要分开是不是？哎，要分开。因为那个呢是一那的、哎，有的真的有人就是连起来的，有人真的是。好，那我跟你讲、那个，如果以后有人写连起来哦，你就跟他说他的那个是错的，要分开，因为那个是可。所以说现在搞不清楚，革命到底是要分开还是要哎要分开连起来啊？嗯，要分开，那个是格位标记，所以不能当做是那个当。把那个你那这个当做一个字，不是要分开。阿鲁，你刚刚看你八度才是你要连起来吗、哎？也是要分开，也是要分开。哎，起码我他妈要的嘛。阿哥，我说了哥，不呢？还是啊，要那个要分开还。那我们先把这个解决掉哈、哦。那个问到哪里去了？好，我们先请 Alex 来把这个你的那个念完。嗨，米吉良砍树，米吉良猴还在砍树，米吉良猴只把鸡拿奴干，他干奴底下打哈多尔曼，舅舅从日出直到天黑还在砍树。嗨，好，谢谢 Alex。好，字根吉良是名词，没问题。米吉良猴还在砍树。好，哎，那个 Alex 真的是很厉害。那诺格萨萨干诺吉萨，它就是一个时间点啊，一个时间段。达哈多曼这样子哦，那大概就像这样子哈、哦，就是我用那个 Alex 的这个例句哈、哦，就是这个时间段从哪个时间到哪个时间，然后这个时间哈、哦、是已经在这个之前都是已经过去的哈、哦，就是我现在嘛，所以达哈多曼那个多曼是。那个